那么现在的话选手动作都比较快了，因为有些多号多开选手的话，他的这个其他的号被淘汰的被淘汰啊，这个结束战斗结束战斗啊。那么现在的话，上大双狗这边的话是这个谁都不是谁的谁，火拼的是我们最初就看好的这个最初梦想啊。从首发阵容来看的话，最初梦想好像处于一个不太有利的这个位置，他的首发阵容已经被飞。那么小窗口这边的话是谢楠楠同学，火拼的是炫之队啊。从血量来看的话，炫之队是下风，但双方的话很难说啊。我记得我很早很早以前玩石器那会儿的话，这个完全不知道这个战场属性的作用啊，就是说战场属性，我觉得放一个战场属性啊，属于浪费时间啊，浪费一个回合。所以我以前打的时候，跟同学玩啊之类的，也都是不放战场属性的，关键他也不放啊，然后就两个人在那打，啪啪啪，就那两个人用背二在那砸，那谁先把谁打死，那谁就输啊。倒是属性克制还稍微弄一弄，但是这个战场属性真的是没人愿意放。现在啊，这个知道这个战场属性的作用是特别的重要的。以前那个，我记得我玩石器那会儿还是初中那会儿，初中那会儿的话，这个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啊，只知道属性对克很重要。那我一般通过属性对克的方式来战胜我的同学，然后我的同学基本上也不会放什么。这种这个战场属性啊，顶多就是靠镜子守护那些相互之间拼啊。D 属性，如果这下控制技能重的话，它有点危险哦。宠物被飞，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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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其实本来是上方选手有点危险的，但上方选手的宠物的选择啊非常的好，居然直接选择了打宠，直接把下方的宠给飞了。从血量来看的话，上方是有点危险的啊，但是由于下方的这个首发阵容啊、二发阵容甚至三发阵容可能都被飞了，导致他的这个宠物数量不知道还有几只啊，最多还有两只，少的话只剩下一只都有可能。好，这个的话是火焰，等我看看啊，火焰魔龙啊，这也是一只，哇塞，下方学者我看出来他简直是冬天了一把火呀，那这个放的都是这种哎呦浑身火光四射的这个宠物啊，那个这个这绝对是冬天里的一把火，这个我看的这个我身上都暖洋洋的啊。哦，这个放的攻击这个效果也是火呢。在这个最初梦想这个放出了又一只宠物之后啊，这个现在应该是占住了一点点的主动权啊，那它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。哇，它没有选择破镜子，它会不会撞在镜子上？哦，还好它上方选手它没有放镜子啊，它放的是光，我以为是镜子，原来是光。但就算如此啊，哇塞，这还是个五色光，这是个消耗道具啊。
下方选手选择了更换自己的宠物。咱们小窗口这边的话，这个战斗的话打完了，最终的话是信男同学战胜了信之助。信男同学的话实力果然是超群的。哎呀，这个现在场内的话就只剩下这个最终幻想这两队人在火拼了啊。那么这两队人火拼的话，这个我感觉啊，下方选手啊他稍微有点急了，而且由于这个场上的形势啊，这个对下方选手来说非常不利啊。本来吧他这个赞助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主动权啊，至少血量上面压制你，那么由于这个上方选手的选择是打宠物啊，把下方选手的话首发阵容、二发阵容、三发阵容都击飞了，导致他这个宠物数量上面啊，比上方选手已经少了很多了。他就下方选手现在的路线啊，就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啊，只能是以打人物为主啊，直接跳过你的宠物把你人物杀掉啊。但这个难度是很大的，他如果现在再转向去打宠物的话，他的这个补给量啊，可能也跟不上上方选手了。而上方选手的这个首发阵容都没死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宠物太多了，你想要这个以剩下的一只或者两只宠物的方式来磨掉对方四只宠物，这难度太大了。那么这个最终幻想、最终梦想的话是放出了他的这个第四只宠物、啊。他刚才的话是换宠的，还是这个被飞掉？应该是换宠啊，主动换宠。这个暗火、暗黑这个火爆，据我所知的话，他的敏捷是不同的。火属性，这样子啊，咱们的话这个由于主播嗓子不太舒服啊，我们的话这个听一会儿这个时期的这个 BGM。
刷刷。哎呀，这个我看好这个队伍，这位选手，这个没想到啊，这个非常可惜啊，首轮落败啊，但是他没有败，那、啊、他虽败犹人，他是自己跑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输的啊，他是说这个，你跟我拼了这么长时间啊，看这个谁都不是谁的谁，这位选手这个，这么多个号都被淘汰了，那我让给你吧，啊，然后他自己选择逃跑，啊，这个我所看好的这位这个拥有主角光环的这位选手啊，果然这个，这个大仁大义，那、啊、这个直接把这个，获胜的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选手啊。我看到有个选手居然带着一只这个暗影青龙啊，这个是这是什么啊？这个直接这个出来溜达了，那这个大象啊，名字居然叫大象，这个好，一分钟以后马上开始啊。谢楠楠和谢北北他自己的两个号火拼啊，这个运气也比较糟啊，这我的运气也比较糟，我不想看这两个选手。好，这两个选手可以有的看。哎，怎么看到都是这两个选手啊？这个村支书啊，还有这个村长，这也挺多。
奇怪了，这明明我看到还有其他选手在拼了，我怎么观战不到呢？哦，观战到了，真不容易啊。这个的话黑暗值系数 6.2， 哎呦天哪，这个是暗黑暴龙啊，黑暗暴龙还是暗黑暴龙啊，反正是一只黑浑身黝黑的一只暴。哎呀，没想到这只这个黑暗暴龙啊，这个刚出场就被两棍子给砸死了。那这个不是两棍子啊，是这只丧尸的这个手给两下给劈死了。那这丧尸绝对是这个空手道冠军啊，这是。
嗯。